嘿、hey, 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牙一口甜甜的鱼啊，小铃铛打招呼。嘿、hey, 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是一张粉丝制作的跑酷地图，叫做一点也不坑鱼的跑酷。那个，欢迎小伙伴们收看。箱子里面有什么？作者的话，我看一下。我是一个喜欢沐浴2年多的小粉丝，如果哪天沐浴用了这个地图录了视频的话，那就告诉我吧。现在就告诉你了。你好敷衍呀。然后我录视频总共有3年，他看了我2年多，算是元老级的老粉了。你没说开始，你就开始跳了，干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我说你看我怎么飞这么高。他是有那个重力的，加了那个重力插件的。好了，咱们开始跑吧。那个设定下那个惩罚，边跑边想，什么惩罚？好的，惩罚的话就还是小伙伴们来定吧，因为我们脑洞不够大，想不出来呀。好吧，只有是这样决定了。等一下，你不睡床吗？你确定你不睡床吗？我刚好用这个昼夜烟花想要变成晚上，想提醒你睡床，你就直接往前跑了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多小心思呢？我这叫心急吃不了猴屁股。你这叫心急吃不了热鸡屎。我本来就鸡屎吃的是凉的，呸！我没吃鸡屎。承认了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们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，他本人已经承认了。我没有承认。有视频作证的，你还想赖账？你还想赖账？你套路我？什么叫做我套路你？我怎么就套路你了？是你自己说出来的，好吧？我逼你了，我没逼你啊。我看穿不说穿，我不想说话，我默默的。好气哦！我继续往前跑了，我不等你了。我到栅栏那一关了。我已经到你前面了，好吧？你看到我？你没看到我吗？我没看到你啊，因为我很认真、很专心的在跑酷。咦，大步进哈士奇，没哈过去，有点尴尬。我爱你。怎么了？海之牛，我爱你。上面有一个那个。不是神经病啊，这车不过去啊。哦，这有个，他建了个像素化 LF 有，等等。对啊。我好像看到前面，我好像看到前面爱慕鱼了。我马上就过来了，马上就过来了。我送过去了。想让我等你啊，没门。等一下，我不，你不是吧？我逼，怎么了？你睡床，你自己小心思，我还不知道啊，妈呀！不是，我是发是傻哟，这能量剑根本就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我还把箱子里面的能量剑全部拿走干嘛？等一下啊，我过来啦，因为我用了小淘气。这个好像有点宽啊，能不能顺过去啊？过来了，哼。我走了，再见。等等，你人呢？不是，我在这样。还在这样的，你直接跳树上的。我不管你赖皮。没呀，快回来。见过赖皮的，见过赖皮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赖皮的。你走开。我妈不让我跟你玩。我妈不让我跟你玩。哼。跳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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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千万啊，差点就下去了。不能等你。直接往前跳，吃蛋糕，来追我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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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他这个跑酷真的好简单，好简单啊！我觉得好难呀！我要是不用小淘气，这是个真爱粉啊！真的是个真爱粉，好简单啊！我不用小淘气，我跳不过去的。哇！一下被吹了这么高。我感觉白天睡觉，你用那个昼夜烟花呀，是不是傻哟？是呀，我可以飞天呐，真棒棒！睡觉 ，nice。飞。冰这一关
好简单啊，真的好简单。我猜我、哦、我好像看到了什么，我看到了木鱼我爱你，我看到了什么，我好像看到了什么，不是啊，别哥哥不要了，求你了，等等我呀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，不是，我好像看到了什么，我好像看到了什 么我看到了什 么你看下面，看下面，等等，你的一个大头，坐着，坐着是一个妹子，哎，完了，我这又猝不及防的被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有百万粉丝的，百万女粉丝的，我可是有百万女粉丝的。你看前面，你怕不怕？我可是有百万女粉丝的。你想表达什么？就这个。做这张地图的小粉啊，他叫百万啊，百万女粉丝啊，没有毛病啊。真的是好溜呀！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！明明就是你输了，明明就是你输的。我不管，小伙伴们来评评理，到底是看到底是谁输的，谁说是你比我先到，谁赢谁输？是你比我先到。哼，是你比我先到。那个什么，真理自在人心，哼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